这个脚步哈、哦，怎么说呢？我们现在现存的这个公车哈、哦，都是二三十年前的这个公路客运，从彰化出发到我们的二林，竟然要71个停靠站，哦，那时间很长。哇啦，哦，还有我们梅芳里边7公里，大概整个里程数，整个这个彰化往二林的方向哦，早上6:30就发车了。那个哦，拜完刚上班哈，拢爱用咱这条路线，哦，所以我们这条路线真，咱开通的部分哈、哦、是里马仔套站首班车。二林这边6点就发车。关哦，走透透哦，啊，都发现着讲，咱二林地区哦，事实上，咱的这个上班也好啦吼，啊是咧上学也好，奔波在我们这个彰化市二林呢，真是足无方便的吼。那敢那停的站都71站吼，那莫怪讲哦，我们的这个公车的使用率是越来越低吼。那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县府特别新辟的这一条市区19路哈，也就是说直接从彰化到二林。哈，彰我们县长是非常重视的一个指标，在中科的一个企业，我们也希望除了造就我们地方的一个工作机会，还有我们未来在这边可以蓬勃发展啊，帮我们二林，帮我们彰化，帮我们台湾创造更多的外汇。啊，一中华哈。来到二林一定要经过阮客户吼，吼啊，所以讲啊吼，诶，阮客户吼，啊，有拢真好食一寡吼，地方特产就是咱的油肉吼，啊，咱的麻糍啊，吼，麻辣吼，啊，搁有咱牛轧糖吼，搁在地足侪吼，啊，咱的葡萄啦吼，搁有足侪好耍的所在，伫咱的啊糖厂吼，诶，乌江面面馆，还有那个东螺西的那个栾树大大啦吼，希望讲。各乡亲啊，来彰化哈，啊是二林的彰化啦，经过阮客户，会当来啊，阮客户停下脚步来，甲阮行行看看，来遮佚佗。地方若要发展，就要靠交通。那么王县长上任之后，咱彰化二林四乡镇啊，会使讲是各个上西人大的所在。尤其早期，咱的啊卓宝仁县长，包括咱的王惠明县长，积极争取我们中科市集，在我们二林来落脚。啊，中科市集目前已经有110间，而且厂商来到二林中科。因为我听到二林啊，听说很偏远，那边员工很难找，所以员工都，所有很多厂商都警告我不要过去，我就很担心说。好，那我就来拜访一下我们那个王县长。那王县长呢，他也带着他团队，啊，来接见我们，啊，感到很感谢。我跟他谈的大概是3个问题。很感谢，所以我们盖厂的速度现在要在提前，本来要到后年了，明年一定要把它盖好，所以全力赶工。第二个，我们知道那个只要没有血液的地方，细胞就会死掉。那县长呢，他现在把这个19号这个工程先开过来，我就很感谢。我们现在请大家目光看我们，好，来眼睛张开哟。到二林89号公车正式启航。原本呢，为彰化来到二林，要经过71个站哦。那民众呢，会使讲困几落次哦，才来到二林哦。咱即卖呢，透过咱彰化几个重要的站，比如讲咱彰鹿啦、环政府、咱秀团甲彰基站以后，咱就是直接到咱的这个高速公路卡，啊，进高速公路来到咱的这个溪湖入来，咱过啦，一直到咱的这个。李林北部总共只有13站了哈，那也是跟大大的缩减我们大概有半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，让我们往返彰化二林就学或就业的这个乡亲哦，不怕便捷的一个这个公车哈。
那我们也要特别谢谢细品呢投资我们二林中科。那二林中科除了我们现在的十九线之外，我们也从园林、埔心、西湖一直到二林地区，也有另外一线我们规划的是捷运。但是我们都知道捷运的速度没那么快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先争取借电动的一个巴士，那也从园林、埔心、西湖到二林地区，让我们二林跟我们的这个东西向的彰化能够更加的一个的顺畅，包含我们的长青卡都可以使用哦。那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使用长青卡又是半价，那也欢迎我们的长辈也可以多来去我们彰化二林地区。那二林有非常好的葡萄，有二林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酒庄哈，还有很多的水果，包括我们的这个红龙果啦等等。那也欢迎大家有空多来这边采采青。好，谢谢马刚，想着咱各地吼，咱社区发展协会，好来马今日同齐来咱参。